近日，一位网友发文报张哲瀚和女友王佩文刚刚订婚，并称女方一直在陪伴和照顾张哲瀚，还晒出了多张行程订单。在王佩文朋友晒出的行程单中，的确可以和张哲瀚的行程对上。该朋友还说，发这些图是王佩文默许的。此前，张哲瀚因网剧《山河令》爆红，随后传出有女友叫做王佩文，很快网友扒出相关照片。照片中，张哲瀚脸被挡住，手捧鲜花与王佩文站在一起，疑似求婚成功。消息一经爆出，引起了粉丝的热议。然而在爆料过后没两天，疑似王佩文本人回应与张哲瀚恋情传闻的截图流出。王佩文在朋友圈称与张哲瀚早在一年前分手，并强调从未说过张哲瀚是他的未婚夫。此外，王佩文解释了网传的求婚照片，称只是朋友起哄而已。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，没有想到居然出现了二次反转。不少网友质疑这件事是王佩文单方面炒作，毕竟行程单是可以伪造的。至于真相怎么回事，至今没有人得知，还是静待当事人的回应吧。在此之前，也希望粉丝保持理智，不要过多揣测。